同学，大家好，我是欣老师。今天呢，很开心的跟过来分享康轩的版本。好，我们要进行的二年级下学期 Lesson Two 第二课，请同学翻开到第20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进行到第三段的部分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找到这个 then 啊，然后哈，这个 then 写上然后，然后这个 Nick 啊，就是他的朋友 ，buys me 哈，买给我，所以这个 buy 记得它是 buy 的一个过去式，所以它的三态啊叫做 buy boat boat 哈。那这个 buy 很重要，它是受语动词，同学一定要把它记起来。那是受语动词，它的特性就是加两个受词。我们来找一下，这个第一个受词就是 me 买给我。好，那下一个第二个受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a pig's blood cake 哈，就是一个这个 pig's 啊猪的，所以这个 ps 把它圈起来，告诉你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 blood 是血液的一个意思，然后cake 就是蛋糕，所以啊，这个猪的血液的这个糕哈，糕点的意思就是这个猪血糕 ，OK？ 所以这是第二个受词。好，下一句，他说啊 ，the name sounded a little scary， 这个名字对猪血糕听起来哈 ，sounded。好，记得因为是昨天夜市的事情，所以我要加上这个 ed， 好，代表动词是一个过去那个时候的状态，听起来。好 ，sounded scary 是害怕的哈，吓人的。那记得这个 sound 哈，它是听起来，就是感官动词。记得眼睛是看起来，鼻子闻起来，嘴巴尝起来，耳朵听起来，然后整个身体感觉起来。要加的是形容词，所以 sounded scary 是形容词，没错。好，下一句哦 ，but I fell in love， 但是 but I fell in love 啊，这很重要的一个片语，好吧，画里线，这个是坠入爱河的意思，就是我爱上了什么呢？好，那这个 fell 它的三态是 fall, fell, fallen， 它非常重要，我们用的也是过去式。好， fell in love with it， 好， with 啊就是和什么，和它，所以这个 with 先把它切开，上面写上介系词的介。好， with 这个猪血糕， OK。 好， after I tasted it， 啊， after 是再一点点之后， I test， 好，这个 test 就是品尝，尝起来的一个意思，然后把 ed 圈起来，好， tasted it， 啊就是这个pig's blood cake 猪血糕。好，那这个一样 after 哈，把它中括号，这个地方是再一点点，就在我尝了它之后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 after 是在这个时刻，上面写上时间的时，然后 after 一样把它切开，上面写上介系词的介。好，那我们找一下，往左边看这个地方呢啊 but 啊，这是第一个连接词。好，那第二个连接词就是这个 after 哈，写上连接词二。那两个连接词我们来找一下，三个动词就是这个 v1 sounded 听起来，写上 v1， 再来 fell in love 这个写上 v2， 再来第三个动词就是这个tested， 好，把 ed 圈起来。好，这个就是 v3 第三个动词。好，下一句我们看一下 the pearl milk tea， 哇，这个很好喝， OK。 好，它是世界闻名的，就是珍珠奶茶，所以这个 pearl 就是珍珠， milk 就是牛奶， tea 就是这个茶， stand 好，就是这个摊子，珍珠奶茶的摊子啊。 caught our eye， 好，这个 caught 哈， catch caught caught catch 是抓住，所以吸引我们的这个 eye 眼光，好，吸引我们的这个眼睛，所以这个 coat 记得用过去式 our 写上我们的 eye 哈，写上这个眼睛。 when we got thirsty， 当我们口渴的时候， when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we 哈就是我们 got thirsty， 哈，这个 thirsty 就是口渴的。好，然后这个地方呢啊 when 哈，同学中括号一直到结束的地方，那写上连接词一，所以一个连接词会搭配两个动词。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 coat 哈，写上 v1， 吸引我们的眼光，所以这个 catch 的过去式哈，就是 coat 写上 v1。When we got 啊，这个 got 写上 v2， 好，句子就平衡了。好，最后一句了 ，I liked 啊，我就很喜欢，所以 l i k e 哈 like 啊，因为本身有这个 e， 所以我加上 d 就可以了，所以一样也是过去式哦。我喜欢什么呢 ？The pearl milk tea， 好，这个珍珠奶。茶 a lot 啊，很多，所以把它画里线，它是片语，直接把它背起来。After I drank it， after 是再一点点之后， I drank， 好，这个是 drink drank drunk， 好，这是过去式，所以我喝了这个 it， it 就是这个 the pearl milk
tea 珍珠奶茶。好，那最后一个重点，老师提醒一下同学，这个 after 啊，把中括号结束的地方，然后啊，这个是介系词一样，把它切开，上面写上介系词的介，然后这个地方也把它中括号写上时间的时。那它还有连接词的一个功能，所以一个连接词搭配两个动词，我们来找一下 V1 就是 liked 啊，我 I liked， 好，这个写上 V1。那第二个这个动词就是 drink， 我喝了它这个动作，好，写上 V2。那句子就平衡了。好，那今天这个部分就到这里结束了，请大家复习再复习，相信英文一定会继续进步的，加油啦！